其实唔系喺任何年龄层都需要咯，因为系啊，特别系咯，即系而家头先你话身边屋企人都有试过，都啊系啊，唔系即系家人，即系又唔系即系唔系屋企亲人，亲人啦，吓咁都试过呢啲经历咯，咁啊，所以会系咯，会特别注意咯，咁不过我觉得心态好紧要，即系你用咩心态去面对，其实都系好关键嘅。咁系啦，康复嘅路途同埋家人同埋家人嘅支持真系好紧要咁样。咁啊，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癌症系冇乜侥幸，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。系啊，身边都唔系个个朋友中意做运动，而其实运动都系几关键嘅。边个最唔中意做运动啊？最懶係邊個？有啲舊同學好懶啊！舊同學啊，叫唔喐，叫唔喐咯。即係我哋覺得做運動好爽，但我覺得做運動就好舒服。係，你好持續啦、啊。你直頭係好充足。你持續做運動，因為十年啊，知唔知啊？十年。咦？幾耐啊？持續做運動？十幾廿年啦，係啊，21、22年都有。哇！咁耐啊？係啊。唔做運動身痕啊嘛？身痕啊，唔舒服，同埋即係睇到做運動成個人個狀態係好唔一樣嘅。即係唔係淨係貪靚咯，係你睇到個機能係衰退得比較慢啲嘅，睇到嘅。咁所以淨係呢樣已經好抵啦。老公中唔中意做？佢都中意做運動啊。中意，大家我當時唔會一齊做。佢跑步嗰都有嘅，都有一齊。即係佢做 gym 同埋跑步。就唔係日日黐住做嘅，咁有陣時都各有各做嘅。都係跑步。我而家就比較中意舉鐵嘅，舉鐵係啊，同埋我都 OK 舉得幾重，係啊，幾多啊？舉幾重啊？你都十幾磅嘅，即係係啊，即係6kg 咁樣嘅重量啊。粉麵飯我都唔中意食嘅，真係唔中意。一澱粉得嘅，係好麻煩。我中意食紅肉咯，不過紅肉都要節制啲食嘅，好唔誇張食到。咁不過又未至日日都要清茶淡飯陰功，即係我好中意食薯片，我都會照食。咁我覺得呢個人生樂趣，但就唔好過火咯，偶爾咯，身心健康。即係我都幾開心嘅，即係可以令到一個婦女即係有咁大嘅動力去做。佢以前唔運動嗰啲人，佢冇做咁多呢啲肌性嘅，即係肌肉性嘅嘢嘅。咁而家反而年紀大咗，係需要訓練啲肌肉，等冇咁容易跌傷啊、扭傷。咁我而家做到有肌肉咯，但就唔係女超合金嗰啲咁勁，但係輕輕有啲肌肉，我覺得係相當之好咯，成個人嘅狀態好唔一樣。咁我另外個家姐由以前從來唔做運動，而家都開始做下瑜伽咯。咁我覺得都幾好啊，影響一下屋企人。咁我細佬就打乒乓波咁，全家都有啲運動。影響好大。咁我覺得都係，即係可能佢哋年紀都大，想追求健康咯。咁我媽就自己屋企揈手揈腳咁樣，做下啲不手操啊，不手操咯。80幾歲就佢跑噶啦，80幾歲 OK 啦 ，keep 住啦。因為做嘅工作係想長頭髮咯，咁啊薄薄髮嚟噶嘛，係啊，又長又短啦，我乜都整下啦。係咩工作？唱歌。唱歌嘅，我唱歌。咁我冇見過。你幾時滿啊？又出年啦，出年啦，希望如無意外。會唔會深麻？即係暑假。我就想深麻咯，因為冬天好凍，成都下個氣氛又幾好啊。咁希望到時可以除罩啦。即係最希望申請咗㗎啦。申請咗嘅。咁啊，舊年冇申請。唉，一言難盡。到時公佈先，一次過講啦。唉，一言難盡。咁啊，係咯。好啊，好啊，Thank you。